甜甜，今天去火星收集资料哦。收到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哈哈，出发！ 火星，我们又见面啦！你有没有想我们呀？你们终于来了，快来和我一起玩！玩之前，我们要先收集一下数据哦。看上去都是一个样子，去哪里收集数据好呢？我们先四周转转吧。好。 我们找个地方躲避一下沙尘暴吧。好。那里有一条峡谷，适合躲藏。补补，用百变魔盒。 王牌园丁鸟套装，火星，你裂开了？算是吧，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。那时候我身上还有液态水。 在西边有一处火山经常喷发，使我的地壳不断运动，我的身体不断膨胀，再加上液态水的侵蚀，最后形成了一道峡谷。对了，人类给它起了个名字，叫水手号峡谷，这可是太阳系里最大的峡谷哦！哇，最大的峡谷，水手号峡谷，它有多大呀？ 嘿，它沿着我的赤道延伸，超过了4000公里，几乎我周穿的地方有600公里，最深的地方有8000米呢。天呀，那你疼不疼？我还很自豪呢。那就好。我们该回去喽。火星，我们下次。小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儿歌时间。 之王，它就叫做水手号，最高宽度600公里，最深地方8000米。从宇宙中远远望去，它就像一条伤疤。可是火星这条峡谷究竟是怎么形成的？地壳不断运动，火星不断膨胀，加上液态水侵蚀，最后形成了一道峡谷。 很久以前有座火山，火星还有液态水，火山喷发，地壳运动，还有液态水侵蚀，火星表面不断膨胀，它就这样裂开了。原来如此，终于知道峡谷名叫做水手号。 今晚的超级月亮好大好圆啊！因为今晚月亮离地球最近啊。月亮天天围着地球转，它不觉得无聊吗？谁叫它是地球的唯一天然卫星呢？月球一定很孤单，我们去找它玩吧。消疤补补，变身。月球，你好，我来找你玩了。好呀，好呀。 只有一颗卫星，月球真的好孤单。孤单？不会呀，太阳系已知的天然卫星有205颗，也就是说，我有205个兄弟姐妹。205颗？那我们快去找找。 怎么了，甜甜？我还不知道其他卫星住在哪儿。除了水星和金星，太阳系其他行星都有卫星。火星有2颗天然卫星，最远的海王星有14颗天然卫星。14颗卫星这么多，我们可以去和他们玩老鹰捉小鸡。在太阳系里，14颗天然卫星算少的了。 资料显示，天王星有27颗卫星，木星有79颗卫星。2019年10月，科学家在土星周围新发现了20颗卫星，使得土星以82颗卫星打败了木星，成为太阳系拥有最多卫星的行星。天然卫星长得都一样吗？当然不是。 有些卫星很小，有些却很大；有些卫星是圆的，但有些卫星就像一块大石头；有些卫星有很多金属，但有些卫星就是一个大冰球。补补，我们先去找谁好呢？哦，甜甜，反重力瞬移装置时间快到了，我们下次再去找卫星吧。这么快就到时间了呀！ 看来要让博士改良一下这个装置了。月球再见，我们下次再来找你玩。小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儿歌时间。我是卫星，我是卫星，我们长得不一样。我是大的，我是小的，我们都叫做卫星。 我是圆的，我是扁的，我们也都是卫星。我是中的，我是轻的，我们的名字叫卫星。除了水星和金星，太阳系里其他行星都有卫星。水星、金星，水星、金星没有陪伴，好孤单。82颗，82颗，土星卫星排第一。太阳系里卫星。 有许多未知的秘密，天天快去，天天快去，发现他们的新秘密。甜甜、补补，你们还没去过木星吧？想不想去木星调查一下呀？木星。 博士，木星是不是木头做的呀？哈哈哈哈哈！你们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啊！目标木星，出发！木星，你好。你们好呀。哦，你好像不是木头做的。木头。 虽然我叫木星，但我身上可一根木头也没有哟。唉，水星没水，火星没火，连木星也没有木头。肉肉，是彗星，它往这边过来了。啊！啊！婆婆，我们快救救木星！嗯。 小巴补补变身，超级牛角套装。看我来把它撞飞！木星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，我是气态行星，没有坚实的表面，身上大部分都是云和气体，彗星的撞击伤不了我的。太好啦！不好，又有彗星，它要撞上地球了。 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们还不知道我是太阳系最重的行星吧？其他行星加在一起都还没我一半重呢。也因此，我的引力很强，经常会把路过的彗星或小行星给拉过来。你也包括会撞上地球的彗星和小行星吗？ 没错啊，原来是你一直在保护着地球呀！甜甜，我们该回去了。木星，再见！再见，欢迎再来玩哦。啊，小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儿歌时间。没有木头，没有木头，木星不是木头做。 哪有什么？哪有什么？木星上面是什么？哎呀，不好！彗星来了，要和木星撞上啦！轰隆一声，巨大爆炸！快看看木星还好吗？我是气态行星，大部分是云和气体，彗星的撞击伤不了我的。木星，木星，巨大行星，大大行星，它最重。 所有星星加在一起都还没。